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房车环游中国之旅，我是夏天，我是华姐。今天是五一小长假啊，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五一小长假都是怎么度过的。我们今天呢是计划想去一下这个常德市的这个沙滩公园去逛一逛啊，因为昨天的时候这个厂家他们已经拉了几辆那个拖挂房车到那边去玩了。对，我们昨天因为是要庆祝我们的那个周年庆啊，所以我们没有去。今天我们想带大家一起去看看他们这个沙滩公园。走着啊，我们房车里现在是湿度49%，温度是23度啊，今天还可以，不是很潮湿了。火火同学，小墩墩，挂到你的包上吧。好呢，还是很可爱的哦，这样一挂，可以，走吧。大墩墩在家里看家哦。昨天下小雨，今天阴天啊。希望明天会不会是个晴天嘞？早晨我看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是晴天，大太阳，可以，而且温度还挺高。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了，这人还挺多的。哦，车停得满满的。对啊，他们在哪儿？看不见。车太多了，根本找不见。前方200米左转。他们当地人可能都比较喜欢来这里玩。对，有沙子可以玩吗？哎呦，这还有骑马的呢，看。好多风筝。看这边还有很多玩的项目，这五一小长假都到这边来玩了。哇，我看到好大片的沙滩。流沙月，感觉蛮好的哎，这边。这边还专门种了一些这种热带植物，怪好看。哦，房车在这儿，看到了。房车从哪进的？哇，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人，这么多车了。在这边玩啥的都有啊，玩沙子的，打羽毛球的，水上项目，沙滩项目。我他妈跑这个了。你看，只要有湖的地方啊，感觉就还不错。按这湖的面积还挺大的。对，哎，这边房车也多。这边房车挺多的，这边停的都有拖挂房车啊。然后这还有 C 型房车。哎，我们刚刚从那边一路上过来，有两三个停车场吧，都很大，但是都停得满满的。然后在这个湖边上玩的人也特别多，看这旁边草地上还扎了很多的帐篷啊。大家可以住两晚上，挺好的。对，朋友们，如果要是自驾来到这个常德啊，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住车，房车呀，或者是床车呀，都可以到这儿来，环境很好。你看，绿草茵茵，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这就柳叶湖。沙滩。啊，很热闹，这边环境很好的，在这边住车非常不错。啊，这有一个导览图啊，沙滩公园、柳湖沙月。导航就可以了啊，导致。哇，它这片很大哦。对，你看，这区域真的非常大。刚刚我们就沿着开车都走了很长时间。这有很多的这种游乐项目。对。大多数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玩的。哎，这是当地人玩游玩的一个很好的地儿啊。对，到这露营啊。哇，看这个帐篷多大！这个帐篷在这露营很舒适了啊。好大的帐篷。参观一下，你看它这还有纱窗，可以透气，很舒服了，很宽敞了。这帐篷好大呀！对，哎呦，他们前面还有炊具，还有架子，相当不错。你看，还有一配套的沙发椅子，充气沙发，哎，这个很舒适。对，在这住上几天啊，感觉真的很好。对啊。哇 ，Hello， 看。喜顺龙的都在这边了，哎，董总，哎呀，很舒适啊，董总。叫你们唱歌。唱歌，华姐来，华姐唱歌好听。哎呀，很舒服吗？这里，你看这椅子摆上啊，桌子一放。哎呀。
哎呀，跳一下，跳一下。坐坐坐，好。Hello。哇，看看朋友们度假的好地方啊！哦，这边全部都是沙滩游玩的项目啊。哎，还有打那个沙滩排球的。哎呀，这个地方真不错哎，环境真好。应该给你带双拖鞋来哈，是不是啊？没事，这个一样的。小心点啊，别弄到一鞋子沙子。挺细的呀。对，他们这的这个沙子呢，都是从广西和福建那边运来的。对。哎，看这沙子还是很细的。对，还挺湿的。嗯。啊，摸着很舒服哎。这光着脚应该很爽。对，你看这湖面，嗯，好平静啊，水很浅。嗯，这个沙滩公园它是属于这边的那个市委市政府的一个民生工程啊，嗯，也是这个湖南省第一个啊人工的水上沙滩公园，还是很美的啊。啊，而且搞得还挺好，真的是很惠民啊。你看他们这个本市的人，周末的时候说这里停车场都会停得很满。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去处，游玩的去处啊，而且环境真的很棒。嗯，哎呀，一到湖边就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嗯，很舒服。这个常德市的这个柳叶湖真的很大很美啊，你看，太舒服了。哎呦，你看我又发现小贝壳了，居然！哎呦，这真是个小贝壳哎。嗯，可以。我挖了一尾螃蟹。哇，你看，水艇摩托。开滑雪，请问你这垒的是什么？我垒个城墙，我修个小的城堡。可以，我要不要给你去买上一套铲子？不用，我就用手。看，我在这给他修筑一个门啊，这是就可以正进到这个城里的门。我以为水渠呢。然后这边搞上绿化带。哎呦，还绿化带？嗯。可以，花木是不是？可以可以，看看我的城堡。这叫这起一个名字就叫华府。华姐的城堡快完工了。我要再给它整个护城河。哎呦，护城河，可以。这个画幅不错，规模强大。还有护城河嘞。啊，看我觉得很好玩，沙子。说沙。可以。拿沙。等拿上驾照了，我们把拖挂拖到这来，让你玩几天。好。哎，这个主意好，我喜欢。徒手能垒出来不错了。我在想捏两个士兵。我在给你守着城门是吧？嗯。看看能不能捏出个士兵来。这沙子太软了吧？对。